在这聊吧，你听。马上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的同学要为我们带来这个舞蹈的一个演出哦，来做为我们带来哈这个音乐的一个表演。那继续呢，马上我们要看到的呢哈，一样就是同样是来自我们的林同学的，但是是我们的。吃饭时间之前，我会带来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。那接着大家就可以准备放饭了，这样子。对，好了，第一首歌曲呢，也是一首最近还蛮热闹的一首歌，来自孟然的作品。
掌声。对，我记得呢，今天有很多入围的探会这样子，对对对，已经帮大家选好了这样子，就熊鹤的第二，熊鹤品质，第二最好的品质就在我们这个现场这样子。好嘞，来，那接下来呢又阿给啦，我近期的一首新歌叫做《最顶一级》。最顶一级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学校就在麻豆，对，我也没有看过这个事实。对，我以前是读中文农工的，应该是学长的，应该蛮多人都跟我一样，也是都是中文，而且有两间中文农工、中文教商，对，那我不小心到农工去了，这样。农工是做农工啊，我的科目。没有比较危险的。